中秋节快到了，在家烤肉自己动手做抽油烟机。介绍一下我们的材料有什么？风扇，然后有要有带插头。啊，如果没带插头会怎样？没有带插头，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就是没有带插头也没办法用啊。第一步是不是要把这个破开？没有，你开一个洞就好，你破开它就不能用了。开一个洞好。不觉得吃月饼的理由也是很烂，就是跟每个月都有情人节一样烂。你会被那个炮轰，等一下我们真的是我在救大家。